支持我，他不支持我，他不支持我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屌他，知道吧？因为我没有屌他的原因是我要集会，那么他不支持我的话，我要其他的话就只能不集这个会了。但是我要集，为什么要集？因为你们知道情况，所以我就那种了，知道吧？但是不存在的，我不需要任何人了解我、理解我，只需要我的粉丝家人们理解我就够了，知道吧？我现在可以说是活在网络上了，知道吧？因为你们也知道我、这一两年过来，前前后后每天都是在跟粉丝们接触、粉丝们聊天，啊，对，已经有感情所在了，所以我的粉丝家人们支持我、祝福我，我已经很感动了，知道吧？如果说我这次集会啊，有80%的粉丝不支持阿伟的话，我可能不会幸福，也可能也不会集会，说实话。但是有80%的粉丝都祝福我、支持我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也会幸福的，所以我就选择了集会，知道吧？如果粉丝家人们，比如现在有1500个人，有80%不支持我这场婚礼的话，我也不会结婚，我也不会幸福的，知道吧？听明白了吧？所以我需要你们的支持，家人们，我需要你们的支持。阿伟这个你们的这个好儿子，我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知道吧？希望你们多多的去了解我，好吧？对，我不需要你们对我干什么，我需要你们给我一个鼓励支持，好吧？打两个字支持吧，家人们。我希望我走到哪一步，你们在我背后默默的支持我，对吧？让我看到马皮上的祝福，马皮上的支持，我才会更加的有信心，知道吧，家人们？对。比如我集会当天，你们所有人马公屏上都是祝福的，我绝对会很开心。虽然你们来不到现场，但是在远方这么的祝福我，我觉得很开心，知道吧？我也会很幸福的。你们平时马皮上都是支持我选择的路，我绝对会成功的，知道吧？谢谢。因为不一定给我送多少礼物才算是支持，家人们，我说过，对吧？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如意，这个不一定给我刷多少礼物才叫支持我，知道吧？哪怕给我点个红心，哪怕给我加入个粉丝团，哪怕给我点个免费的红心，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给我打个免费的支持，就已经是很支持我了，知道吧？因为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知道吧？我也不希望就是大家直播间家人们不如意的人给我收礼物，对吧？如果说自己就是有事业有收入来源，如果有这个条件啊，你们收个礼物给我，我也是很开心的。但是你们比如自己也很不如意的那种，我也不希望就是你们给我收礼物，哪怕打两个字支持我，很开心了。这就是我的想法，家人们，对不对？你们自己也不如意，然后你们为了支持我，然后自己也很恼火，然后我心里面也不会，我心里面也是很难受的，知道吧？有条件，对吧？那么网络上你们也知道，直播间它也是需要互动的，对不对？你们刷个礼物支持一下阿伟，我也开心，对吧？我也高兴。但没有这个条件，你们互动支持我就行了，好吧？谢谢你们。谢谢点赞，谢谢点赞就是支持，对啊，点赞加入粉丝团就是支持我，珍惜心里面冒着你们自己的良心说，觉得哎，阿伟这个孩子确实我认识他一年多了，虽然有时候做的事情我不太开心，但是呢他也挺不如意的，还是祝福他，还是支持他，心里面有这个支持就已经很 OK 了，知道吧？这样谢谢你们，谢谢。新年快乐还是新婚快乐呀？
是喜婚快乐啊、哦！谢谢。来，咱们把张张点到30万，好吧？30万我就下播了。张张给阿伟点了30万，现在是已经二十五万了，现在是已经25万了。咱们张张给阿伟点到30万，好吧？来，开始吧，开始。对，点屏幕，给我点到30万，好吧？谢谢。谢谢家人们为我点赞。那下雨吗？嗯，有点厉害啊，操！下的大吗？对。怎么突然就下雨了呢？下雨了，家人们，这边下雨了，今天。谢谢谢谢点赞，谢谢。我结婚那天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多多点点赞，多多给我点点关注，对吧？全场互动起来，好吧？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平时我现实中的那些就认识我的那些人也知道我是多多少少也是一个小网红，对吧？小网红。那么那天当天我们也会直播，我也会直播啊，那么人家也会来秒一下这个直播间，对吧？有多少人在线或者这些点赞怎么样，对吧？人家也会那种，所以咱们要就团结起来，对不对？团结起来要做给别人看，对吧？虽然我现实中的朋友啊那些什么的，真的他们也是眼光看我，知道吧？他们不会，包括我亲戚啊，就是现实中到时候我集会的时候到现场的现实中的朋友和亲戚都是外在看我的，知道吧？我粉丝家人们是内在看我的，知道吧？他们是我一路走来怎么过来的，他们很了解，他们懂我的。但是亲戚朋友啊那些他们不懂我的，他们只会在乎我站在什么位置，知道吧？他们只会在乎阿伟现在会的怎么样，站在什么位置，他们不会去在乎我一路走来是怎么过来的，知道吧？所以说我希望就是当天我们也要做给别人看，对吧？让人家让线下的几百号人，对吧？认识我阿伟的人，那些人他们来秒一下直播间的时候，直播间几千万把个人，一两万人心在线，然后这些点赞都是 biu biu biu， 这些气氛啊，让他们看到阿伟也是有这么多家人支持我，对吧？这就是一种那种，对吧？对不对？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很现实的，人家不会在乎你一路走来怎么过来的，对吧？人家只会在乎你现在站到什么位置，会的怎么样，结果在哪里。所以我特别就是喜欢我的粉丝家人们，爱我的粉丝家人们的原因就是家人们是最懂我最了解我的。所以我在外面我还是会要点面子，我还是会 就该装一下的时候还是要装一下，知道吧？但是在我的粉丝家人们面前我不需要装，不需要什么，真实就行了，知道吧？因为粉丝们懂我，我阿伟是怎么过来的，不需要给我粉丝们面前装逼，知道吧？对不对？因为我相信我的叔叔阿姨们也不会看不起我，知道吧？他们也懂我了解我，对不对？家人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谢谢。来，直播间2000人了，咱们没有关注阿伟的关注一下啊。对，当天我集会当天可能会用这个账号直播，所以你们还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到时候集会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到现场啊。再过4-5天我就集会了，对，再过4-5天我就集会了。谢谢点赞，谢谢。对，大家还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7月3号集会啊，7月3号集会，当天我的粉丝也会有很多来到现场。还有我希望咱们能来的，现在有在犹豫来不来的这种粉丝啊，我希望真的抽一把。我们的人生就那么几十年，有时候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你们来参加阿伟的婚礼是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说心里话。你们不要觉得哎呦我又现实中又没有见过阿伟，跑这么远干什么呢？不用这么去想，知道吗？我们人生就那么几十年，有时候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真的。我相信你们除了自己的亲生孩子以外，就是我阿伟，我相信啊，对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能来，谢谢，谢谢我们热爱设计界收来的热气球，谢谢。说真的，你们现实中的亲戚朋友，你们不去参加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婚礼，真的。因为除了自己的亲生儿女以外，我阿伟就是你们的铁杆儿子了。说实话，这就是最有意义、最现实的一个真实的事情，知道吧？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我也不会邀请粉丝，知道吧？没有必要的话，因为大家也不容易，这么老远的跑过来，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大家来参加，我也真心希望大家来参加，这是有必要的一个事情，知道吗？因为咱们感情在这里了，我觉得真的，啊，真的有必要。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有意义的，因为我阿伟也不可能，对吧？再结一次婚，我的这辈子就只能结这一次了。以前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我也那个时候也不懂事儿，但是这两年我们认识了，是对我是最成长的一两年啊，所以我的青春年华也在这一两年。对吧？你们说十多二十岁的时候也不懂事儿，但是这一两年我是比较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成熟了，所以这个年龄段我们认识是真的是缘分，是我的青春年华，知道吧，家人？谢谢。哎呀，想给你一个红包，不知道怎么给，不用给红包，家人们，不用给红包。你们不用给我红包啊，就是说你们能来参加的呢，咱们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哪些叔叔阿姨是能来参加的，知道吧？所以你们能来参加的给阿伟一个发个给阿伟发一个私信，我会去私信看大家给我留言的私信，然后我也会能来参加的我也会给大家加微微啊，我会把我的微微发给大家，然后加个微微，然后加个微微，然后就把地址发给大家，然后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人来不到的话，就不用发红包，好吧？好不好，家人们？如果实在来不到参加我的婚礼的话，就到时候在远方，我也会当天也会直播，在远方支持我哦，不是，祝福我，不好意思说错了，祝福我就行了。对，在直播间祝福我就行了，好吧？太远了。好的，理解啊，理解。对，觉得太远了，或者就自己不太方便的，就在远方看我直播，祝福我就行了啊。太远了。对，理解理解，家人们。我理解的，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理解家人们的，你们来不到，我能理解的。哦，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来，如果实在来不到我也理解了，知道吧？你们来不到现场的我都说了嘛，到时候我就是过得好一点了，我会来你们老家旅游，然后就来看你们，是吧？谢谢点赞，谢谢。太远了，来不了，给你发个红包，不用发红包啊，家人们，不用发红包，真的不用啊，因为大家也不容易，不用啊，谢谢谢谢谢谢家人们的祝福啊，谢谢你们的祝福，来咱们互动一下啊，能来的扣一，不能来的扣二，我看看有大概有。哪些叔叔能来的，哪些叔叔阿姨能来的，哪些不能来的。对，能来现场参加我的婚礼的扣个一，来不到的扣个二。
这么多家人都来不到吗？其实我集会的事是我提前就通知大家了，提前差不多一个月我就通知大家了。没事，我能理解啊。想开车来的，想开车来也可以啊，开车来也可以，开车来就提前一天嘛，提前一两天嘛，30号左右出发差不多。看来大家很多家人都来不到啊，来不到。对，能来的也没有几个啊，可能加起来，粉丝家人们能来参加的加起来也就十个左右吧，10个左右。就十个左右，大家实在来不到的，我也能理解。叫你走不开，我理解了，家人们，不用跟我说对不起，我阿伟能理解大家的，你们有这个心意，我已经很高兴了。有这个心意，有这个真心想来参加，有这个心意就很不错了。来不到现场我也能理解的，因为每一家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对吧？对，走不开，我能理解的，家人们，有这个西医就可以了啊，家人们，有这个西医就可以了。有这个吸就可以了。脚痛，理解啊，理解，家人们，理解。有这颗善良的心祝福我们就可以了。我没有哭啊，没有哭，家人们，就是眼睛不太舒服，实在来不到，我也能理解。理解的，家人们，理解的，你们实在来不到的，我能理解的，能理解，理解万岁，对，理解，理解，我理解，家人们，这几天累了，早点休息吧。好的，好的，家人们，好的。那时间也不早了，我就下播了，好吧。就下班了，我也有点累，这一直坐到这里，有点累啊。好的好的，谢谢家人们，谢谢。那我就下播了啊，家人们，拜拜。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陪伴。拜拜，家人们，我就下播了啊，拜拜。对，拜拜。